新近第十一，二十三，季子然问，仲由冉求，可谓大臣于？子曰：吾以子为义之问，曾有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有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曰：然则臣之者与？子曰：事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二十四，子路使子高为必宰。子曰：则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。